奔月就没回来吧，拿火柴。来，金莲，好了没有？啊，在我呢，我没有，不是，这个都还不会唱呢。就是明明是学的《稻香草》，为什么一变就变成小放牛了？而且完全一点我都不会。上台怎么唱呀？然后就把那个词也抄到手上，抄在胳膊上，我就想完了完了完了，该怎么办呀？小放牛。上牛马上就来，马上就来，先捂着。唱两个，嘿，小姑娘，你打哪儿来，要上哪儿去呀？我打杏花村到啊，我打阿里村到杏花村。哎，杏花村我知道呀。我这有副对联，我出上联，您对下联，你要是都答对了，我就送你回去。好呀。是老龙王开那杨六郎把守三关口，嫦娥本夜就没有回来把那呼嘿，嫦娥本夜就没有回来把那呼嘿，转这就下了一道沟把那呼嘿，转。是老师，是我。好，停。好，下。害得你都被砸馒头了。我没被砸着。这个演出算是基本上完成了啊，圆满不圆满再说吧啊。咱们给上去给各位爷再谢个幕是不是？您是体谅吗？这叫给各位爷说个话，完了讨个赏啊。对，讨个赏。哎，但是有一点啊，能不能讨着那是你的事儿了。但是我跟你们说，今儿这赏啊，能要下来呢，应该全是冲我的。全是冲我的，你这话把我搁哪儿了？哎呦，成老板在这儿了，您看看啊，这所有赏钱都是您的，什么情况？后面杆又起来，咱们上台吧，董宋老板，咱们上台吧，那谢一幕，再要回彩儿怎么样？哎，各位，谢各位爷啊！嘿，你上来了，要上来了。对，谢各位爷，我们这初来乍到啊，这个承蒙曹老板点曲牌。多包涵。给赏，那是曹老板走了。你看，幸亏有